臂要收，不要用手去抓，不要用手去拉啊，就是手指扣到下来，落下来，放你自己去测验松。好，松掉了以后，你认为松到你的最长了以后，筋拉起来。嗯，看这边，用筋做。你被拉长的筋，用那个筋的力做引体向上，尺度只有一点点，可是你的力量要用到这边。这边你摸这边，腋下肌是吧？我开的是这里，这个区域开的是这里，是不是？你要用这个做，有没有关节开？是不是？是。用那边的筋把关节收起来，有没有？开，收，开，收，开，收。开，收，我在这边做好了，这有两个。好，这有一松一紧。那高度可能要再调一下。没有关系，我用手抓。这个如果你谁弄的这个啊，以前做电工老师傅会骂死你。它里面的那个螺纹没有啊，螺纹没有。哦，是哦，对，帮你，哎，然后帮你。好，这样子，两个是不是？好，两个松掉，然后你看拉起来，这样没动，用这里。拉出来的筋收缩拉起来，用这个来做专门肩关节的空间，拉开收起来，这样没动啊，来试试看。